在大家会讲是宝，到底钱在哪位好？讲起钱财就啰嗦，请恁亲戚都参考。有钱的人是吃穿好，钱财也是会烦恼。无钱的人是为巴肚，终日打拼免操劳。希望生活会变淳朴，钱财实在唔通无。若是为钱去风波，大家会讲是宝，到底钱在哪位好？讲起钱财就啰嗦，请恁亲戚都参考。有钱的人是吃穿好，钱财也是会烦恼。无钱的人是为巴肚，终日打拼免操劳。希望生活会变淳朴，钱财实在唔通无，若是为钱去。